大家好 ，S 车道，咁今次就介绍架旧啲嘅62号啦，咁就系、是、之前嗰架的士嘅旧整个版本啦，就系、是、一架普通私家车，咁就喺度啦，咁就系同之前架的士系完全一样噶，除咗冇咗嗰嚿嘢之外，車頂嗰個牌，咁咧除咗佢之外，同埋顏色，跟住都冇乜嘢唔同噶啦。咁就2013年噶啦，即系喺嗰個3年前嘅。咁就功能就係避震同埋兩邊門開到啦，同架的士一樣。咁就有架红色的跑车啊，咁就同佢车壳就系头先讲咗多次嘅的士啊，又系62号，同一个型号嘅个人的士，咁啊之前介绍过噶啦，咁就3月新车啦，依家4月啦，就系啦。咁就成为第八架车啊，系咪第八架车？好似系啊，系啊，第八架，呢架就第八架车啦，依家。咁好啦，今次嘅62号嘅介绍就嚟呢度，咁啊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